迎来到半熟夫妻频道，我是哈娜。今天要来抽奖哦，要来抽这个晴天的餐车节。这款饼干有四款餐车哦，热狗跟可丽饼，还有冰沙，然后还有这个五星的塔可饭餐车。今天就希望这四款餐车都可以拿到咯，然后其他这些小道具呢，我就觉得可有可无咯。然后你们有看到我上面有一个五千的饼干哦，我竟然没有把它抽掉，因为呢是有粉粉跟我说他五千饼干没有抽，然后就放着再去抽新款的饼干，结果他就拿到五星了，我听了觉得超不可思议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实测看看他的方法咯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来第一抽咯。哦，还不错哦，第一个就有音符出现了。哦，是四星的耶，是不是餐车呢？哪一台都可以，来吧。哎，餐车真的来了耶，冰沙款到手咯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来第二抽吧。哇，怎么今天一直笑啊？感觉运气好像真的会蛮好的哦。哎，也是四星的耶，再来一台餐车吧。哦，结果竟然只是挂旗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再来第三抽。哇，竟然是惊叹号哎，该不会是五星餐车来找我了吧？天哪，超紧张的哦，还是四星。歪了啦，冰沙的我已经有了啊，哎，怎么不给我小粉红的？好啦，结果竟然给了我两台小蓝蓝，拜托给我小粉粉啊。那我们再来第四抽看看好了。哦，变三星了，拿到热狗了，这个可以拿在手上吃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有趣的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换买一盒好了，看能不能拿到那个五星的餐车。我的五千饼干还没有吃掉哦，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奇迹吧。拜托给五星餐车跟小粉粉餐车啊。哇塞，金丝签耶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怎么看起来好像有两个金丝签啊。哇，我竟然实测成功了耶，超开心的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小粉粉餐车。太好了，真的好幸运哦，第一个就是五星餐车了耶。这次的餐车真的每一款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好看耶。好了，有小剧场咯，我会分享给你们看。太好了，我拿到小粉粉餐车了耶。其实这款饼干呢，我最喜欢就是这一台了。那五星呢真的就还好，不过因为它是五星，所以呢就还是想拿到咯。那你们最喜欢哪一台餐车呢？哦，这个我拿到了热狗小餐桌了，可是我手上已经有热狗了，那这个呢就给茶茶玩吃好咯。然后我布置好咯，露营场的上面呢是用餐区，下面呢是烤肉区，小动物们都吃得很满足哦，想要吃什么他们都可以去选择他们喜欢的。那大家有抽这款饼干吗？赶快留言告诉我你抽到了什么哦。感谢你们的收看，看完可以动动手指帮我按一个赞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也可以按一下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